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习导引保健功第四式鹏鸟展翅。下面请看示范和讲解一下动作要领。并步站立，两手掌心向上托于小腹前，屈膝下蹲，左脚向左侧横跨一步，重心移至两腿中间，两臂向两侧外展，再向上至头顶上方，两手掌心翻向上，重心右移，收左脚并步，两手向两侧向下抱于腹前，再做另外一边，屈膝下蹲，右脚向右侧横跨一步，重心移至两腿中间，两臂外展，两臂向上至头顶前上方，掌心翻向上，重心左移，收左脚并步，两手向两侧向下收回抱于体前，屈膝下蹲，左脚向左前方上步，脚跟着地，重心前移，两腿伸直，后脚跟拔起，两手同时经体前向上，在头前上方掌心翻向上，重心后移，收左脚并步，两手经体前下落，抱于腹前，屈膝下蹲，右脚向前上步，重心前移，两腿伸直，后脚跟拔起，两手向上，在头前上方掌心翻向上，重心后坐，收右脚并步，两手经体前下落，抱于腹前，停。下边请按节拍配合呼吸和我做一次，准备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配合呼吸，吸，吸，呼，吸。
通过练习鹏鸟展翅，可以防治停水胀满、肠胃炎、肾炎、小便不利、肺虚、脾弱、咳嗽、四肢腰背酸痛，有调理三焦、培土生金的功能。谢谢大家的收听。